赵本山的小姨子于月仙，因为饰演乡村爱情中直爽泼辣、敢言敢爱的谢大脚，一跃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于月仙和赵本山的妻子马丽娟是两姨姐妹，表演系科班出身，是著名笑星赵本山的实在亲戚。很多人认为于月仙能够跻身赵本山的剧中并饰演主要角色，是因为她是赵本山的小姨子的缘故。其实不然，于月仙称，姐夫对演员一视同仁，上他的戏我也是被考验了一次又一次，最终因为在乡村爱情中出色到位的表演而一脚走红。在乡村爱情中，于月仙留给观众的是乡里乡气的农村中年妇女形象。近日她颠覆以往乡村路线，不仅皮草穿得雍容华贵，低胸装两只胸器不断晃荡，也让人无限诱惑。难道于月仙也隆胸了？一脚走红变成了巨乳成名。今日娱乐，酷六娱乐整理报道。